今天来跟大家介绍一个非常好玩的微信小程序，它的名字叫我要卖艺。我们首先来打开它，打开以后点击制作我的卖艺海报，这时候屏幕中会出现一个卖画，如果你不喜欢这一张，你可以点击右上角的换主题，可以选一张你喜欢的。选好以后看到图片下面的字啊，上面有写的本人亦养不起，三宫六院决定向朋友们公开卖艺，为我打赏2元，将为你提供连续30天早上的电话叫你起床服务。如果你觉得上面写的字你不喜欢，你可以点击下面这个编辑内容，这里面你可以更改里面的打赏金额，也可以对卖艺内容进行修改，你可以直接点后面的这个标志来进行更换。如果你发现画了半天没有自己喜欢的，那这时你也可以直接点击文字来进行手动输入啊，我们来自己输一个，比如输一个替你拉一个星期的屎。输入完成后直接点击确认就可以。现在我们再点击一下生成卖艺海报。好，现在已经生成了。你可以选择保存到相册，也可以点击找朋友捧场。如果点击找朋友捧场的话，它就会弹出微信的页面，你可以发送给你的好友。我们现在点击返回到主页，然后点击我的海报，打开以后你看到最下面有一个卖艺收入，这就是你的好友对你的打赏。在这个收入的后面有一个提现，点击以后可以把钱提现到微信钱包。现在来跟大家说一下它该怎么获取。首先我们打开微信，在发现里面找到小程序，然后直接搜索我要卖艺。现在就已经搜到了，直接打开它就可以，你也可以点击右上角啊，然后把它发送到桌面。好了，我们本期就讲到这里，下期再见。如果你想看更多的教程，可以关注歪哥社团的微信公众号。